长沙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看大家，场上的 Nado 啊，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Nado 有话要捎给你，来，我们一起陈安旭。很温暖吧，哪天不帅？什么感受？现在看到他们乱糟糟的下面，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哎，就感觉很温暖，很温暖。好，所以说问我的睡衣是吧？因为我睡觉穿点衣服过来就不大。没关系，我们问一下，一心你睡觉的习惯是？你们怎么知道？因为今天我看台本嘛，我有点懵，说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儿子，第三胎会不会有希望生女儿？我就在想啊，我就拿这个专辑翻过去疯狂的看，这怎么分公母呢？比较酷的，比较酷的。对，其实他们说的这个是对，就说觉得比较酷的就是因为整个 Lose Control 它就是一个很 sexy 的啊这种。如水般温润的性感男人对吧？那其实这个 ship 就是像，对，比较炸，感觉就比较炸的，比较厉害，比较屌的那种状况。含蓄的，在没有说说是含蓄的爆发的话，这个ship 这张专辑，杨真专辑就是非常明面上的炸给你们看。对，就是秀给你看，做自己看就做自己，对吧？对对对，就这样会很爽，对，做这种音乐。其实也比较蛋疼。啊？怎么会让你觉得蛋疼？因为有时候因为有很多嘛，其实这个评判的标准不一样嘛。啊。因为你又是在做的是流行音乐嘛，流行音乐很容易很快就会过时，所以就如果你做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过时了。如果赶快发的话就容易过时，然后你就会有新的歌，你要编出新的歌的话就没办法，你就把那个给它替换掉，所以就还蛮可惜的。所以本来这张专辑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其实有五首歌不是就是有五首歌是被替换过了，就是已经是被替换过了，就是以前已经有准备好，可是觉得不够好换掉新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我们能理解儿子和女儿的差别了，就是儿子可能比较炸，比较这种刚劲一点点的风格，有力量一些，有力量一点。那么，哎，比如说，你看，我们永远不过时什么呢？是情歌，对不对？啊，有没有考虑在这个第三胎的时候，哈、啊，整个女儿的时候是那种淡淡然、缠缠绵那种感觉的情歌来看？要到第三胎才要这样吗？啊？那原来是今天就要这样缠缠绵、淡淡然啊！啊，就晚一点啊，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但是有这样的打算，比如说第三胎时候会做一种情歌，这种撕心裂肺，想一想到就是恨自己的这种状况的歌曲。想一想到恨自己，爱之深，恨之切，那之类的。想到恨自己，七个字还可以再长一点。再长点啊，就是努力想你想到恨自己。很努力，再努力，一直努力，想你想到恨自己，或者是努力过后想你想到恨自己，啊，可以吧？这个比较有意思啊，可以吗？来，掌声给你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是这是有讲究的，努力过后就是说，我努力的想去忘记你，但是呢，做不到，所以想你想到恨自己，哦。就是做不到的事情的错归结于我自己，因为无法不想你，无法不爱你。哦，又好缠绵的，好，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第二胎哈。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会想说，一心之前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给自己打90，其实有10分的不足，对吧？我们就想问问一心，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想要去充电？或者说是我们在进行第三胎创作的制作过程当中去做一些充电的事情，有这样的打算吗？其实音乐的充电是一直在充啊，就是在编曲这一块，我主要是多听一些国外的一些作曲家他们的一些好的想法，然后也多听国内的这些好的音乐家做的一些好的音乐，
然后把我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加上各种学习，然后融合到一起，成一种不一样的新的风格，然后再把这个新的音乐给它做出来编出来，它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感动。嗯，哇，来点个赞，真的是好好学习努力的孩子。学习是无时无刻不贯穿在整个人生的生命当中的，对吧？是的。哎，终身学习，学到头到老。我觉得现在站在的是大学的这个讲台上面，要教书育人的感觉。好了，开个小小玩笑。其实我们知道，大家呢，就是你知道长沙的妹子很温柔的，哎，很漂亮，很哎。说什么来着？刚才很什么？你们听清楚了哈，心里面杂乱的声音。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口头禅，叫什么？咩咩哎呦，对不对？啊，就是哎呦，我他们说的呢，我听过很多遍了。但是呢，我很好奇，如果这句话一心你用比较他们的方式发嗲的方式给大家叫一叫，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还蛮期待的。没有了啊，你不是这样吗？你先演一演，我们来评判有还是没有。怎么演？哎呦，你其实我不懂哈，我大概从字面上。他妹妹哎呦是这首歌里面是妹妹哎呦 ，So baby I go， 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哎呦，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想改变，想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No baby 就是这样。歌词是这样的，所以你们满意吗？不满意，不满意，不够嗲，怎么可能？我跟你讲啊，男生有的时候啊，小小的可爱和嗲，哇，超性感的，真的，是不是？是。穿一下啦，好不好？就我在游戏里面打游戏的过程中达到一件好装备了以后，好，我有个表情给大家做一下好吗？啊，没关系，我来，这样的，打到游戏好装备本来是这么打的吗？出来了，跑。对，那时候老妈就坐在旁边。他妈的，你什么？老妈就怎么了？这我的心愿。再来一个，他们好贪心，本来以为你们很老实，可以再来一个吗？他们就想看你就是稍微的撒撒娇，因为刚才你那个动作尽管有点这种趋势，但是还是太酷了啊，真的太酷了，真的太酷啊！我们想看今天，其实就想在你上看见一种软绵绵、细雨流长，那儿女情长，你长我短这种感觉。来体会一下三胎有可能这种情愫啊！真比较难，不难啊！妹妹，哎呦！好了，我觉得医生真的是非常给面子。我刚才都有点小尴尬了，我怕这个事情已经不下去，开玩笑啊！哥，你每次的装扮都好厉害。说到装扮，真的，每次他们准备的时候会有很多超夸张的。今天他们真的又拿了一只白羊过来，让我装扮成那样。他说一心也会装扮，可是因为我看到你第二次，感觉被欺骗了。然后你知道这个衣服吗？是绿色的，之前他们拿了件水粉红的那种。后来我理解他们的意思，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这儿很奇怪，才能够衬托你的可爱，但是我愿意。对吧？对，哎，我这个是不是应该会掌声啊？对不对？其实每一次开始签售的时候，哥你一上来，其实就把整个签售的风格都已经定单了，因为看到你就知道我们这次签售会的风格是什么。啊，是吗？就希望不要太 low， 只是一个方向而已。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应该把这个熊换成羊，你觉得呢？找了。没有对吧？不是有也有，要不然就没这么大号的，因为这是女装。要不然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快递无法寄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经费有限。开个小玩笑哈，今天呢，我也是，比如说从昨天到长沙之后，马不停蹄的就开始痴迷长沙很多的美食、美景和美人儿，对不对？啊，哎，你作为本地人地主。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长沙的美景和美食？因为有很多外地的妹子来到长沙。你们今天刚刚到长沙吗？
我这边给你透露一下，昨天晚上走完台出去的时候，已经有两三百人在这喊歌了。啊，真的？啊，没有啊，是旁边那个剧场，可能我就是喊的时候有点错误哈，但是要注意安全。嗯，就做醉这帮妹夫，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今天来到这边了之后，长沙哪些美食是值得我们去吃的？因为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对不对？大家回去学习上班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就是长沙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你随便进一家饭馆，你也会觉得会很好吃，真的。完了以后，给大家推荐一下什么辣椒炒肉，给大家推荐一下糖油粑粑，给大家推荐一下臭豆腐。然后赶紧大家推荐一下叫做豆腐皮是吧？对，是叫豆腐皮吗？不叫豆腐皮，叫什么呀？什么豆腐？豆腐边啊？豆皮，就叫豆皮啊？好，有技术含量。豆皮也好吃，完了以后那些小龙虾，哦对对对，小龙虾，哇，小龙虾真是厉害，对。对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已经上了三次了，你知道吗？超好吃的，好满足啊。这些是美食，有没有美景呢？给大家推荐一下美景。比如说你家那边的风景如何？就潇湘大道那边也蛮漂亮的。完了以后因为我在那边读书嘛，所以每次下完课放完学以后，我会到潇湘大道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因为它就在河边嘛，就感觉好像还蛮怎么讲，还蛮写意的，整个自己的人生一样，就跟拍 MV 似的在那走着。那不一样，MV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美，虽然可能大家看到每个 MV 好像很漂亮，哇，好像很感动，其实你不知道背后乱的，天哪！沉浸在镜头里面都是好的，可是镜头外的很多辛酸、辛苦和没有那么的美观，其实大家不知道。对，而且本来可能就是拍的时候，一条非常完美、什么都好的一条，就看到那个角落里面突然有一个什么，有个袜子穿帮啦，或者是那个很不好的东西，就不是什么东西，反正放在那个旁边，就觉得哎，这太可惜了，就还得重来一次，就很可惜，很多都这样。对，来我们全场的朋友，给一星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为了 MV 和音乐做出努力，来点个赞。辛苦啊！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今年的第一场的时候，一心呢真的非常有心，把 X Band 写到了手上。上一场的时候呢，哇，更狠的问题。我就特别想知道，今天这个睡衣趴你会写哪儿呢？啊？这不合适吧？是什么呀？你们觉得写在哪里的？这地方，腹肌啊，这是胆吗？其实今天 expect 写在了心里。啊，你怎么那么会玩啊？搞得我没有词机了。这今天是没有写，对不对？写了，写心里了，写心里了。啊，好尴尬呀！给我先笑一下。好了好了，开个小小玩笑。齐心真的是把 X 刻在了心里，你知道吗？我觉得作为偶像就是这样子的：第一，要关心大家；第二呢，还是要关心大家的成长。你可以踩，很软的，来试试。所以呢，就是一心并没有。当然，作为偶像，任何一点给大家带来影响，都希望是积极的正能量，希望跟着大家共同去努力，对不对？有些东西我们想表达出来，可是别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我们放到心里，那就是永远和永恒的爱。来，我们再次鼓掌一下，谢谢一心啊，谢谢。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有特别的来宾来到我们今天特别的家乡的现场。啊？什么就是你呀、啊？美国都特别。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签售会的，除了这些 X Band 这些贝壳之外，好像还有不一样的声音感觉，对不对？是啊，你要不要我给你再看下台本啊？哦，据说一心的家人也有来到现场，来了吗？知道吗？
下我们一心的外公和外婆啊，在我们啊。音乐 MV 里面也有的，不用不用，我们不要劳烦那个外公外婆上台，我们只是给大家讲一讲，因为这一场是我们回到家乡的一场，是很特别的一场，也是当然在音乐这一块也是一心以及家人和所有团队非常在意和重视的一块，是，所以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分享好的音乐，所以呢，就着这个话题，我问一下，当初想要邀请家人去参演 MV 的时候，会受到大家的拒绝吗？其实我也想过，就是可能老人家不大愿意出远门嘛。嗯。结果就到家里谈，瞬间同意了。啊。瞬间。为什么？你是拿金钱去敲他们的？没有，因为我就跟外婆说，我说，哎，那外婆，我想你帮我一个忙啊。你说了，我说。您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巴黎拍一个 music video？ 啊，真的。这样吧，你再学一下当时外公听到之后的反应。你外婆妈一听我就哭了。我外公说的话是，你外婆没有意见的话，我可以啊，就听外婆了。哇，真的好榜样，好模范啊！那说到回家，比如说，如果说一心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一般情况下你第一件会做什么事情？第一件做的事情？做音乐，不妥协啊，不换衣服呀、啊。一般回家吗？对，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回家第一件事情开门啊。啊哈哈哈哈哈！天哪，这没法接了。开完门之后的第二件事情呢？关门啊。然后人不进去就关吗？对啊，这不是跟关大象进冰箱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对？你人要先进去，然后再关门，终于胜了一局了。好了，今天呢，我们也是，你看啊，我们说到回家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我们以前亲朋好友到家里串门或者过年串亲戚的时候，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团聚在客厅。翻开相册看看，哎呀，你看那以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长什么样了，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翻开相册，看相册，看实体的相册，就是以前在公园里拍的这个照片，满月的时候什么样子？然后那没有吗？我们好像没有翻照片，也很少就是翻照片。那你都干什么呢？不会坐在客厅很尴尬吗？就是嗑瓜子啊，你要说。嗑瓜子看电视，然后又着火，然后要有的人做菜洗菜，然后有就是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可能就聊一些自己的共同语言，然后别人就是大人们可能在窗台就聊聊天什么的，大家就是这样，就是很轻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有没有那种状况，就是可能几年都没有联系，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你来个家门去看看我们以前的共同的照片，我们是设想这种情景也没有啊，太好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创造这样一个机会了啊，来体验一下。来，今天我们来有请工作人员上一下我们的相册啊。今天我们在进场的时候呢，把我们这个，哎，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好容易攒齐一百个人啊，所谓的亲戚的一家亲的相册放到这里，你都瞅瞅大家现在都长得什么样了。另外呢，家里人也嘱托了，这里头呢，如果说有准儿媳妇的人选的话，咱们也可以接下来相亲亲。哎，你要不点点号什么那个？你看看，十一号我们又没有人，十一号又没有人，不是，是十一号的照片，十一号照片在这里，掉的，很掉的，哇，其实我发现我的，对，谢谢哥，我的粉丝朋友也都是不按牌理出牌，你看也没几个人穿，他们都喜欢裸睡。哎呦，咋了？有男观众哎！啊，你要不要叫我？65号。65号。哦，真好，真好。这93号又遇见，93号遇见小朋友哎！小朋友，你不要 Q 一下他。92号。92号在哪里？啊，那里啊！哇，真的是很可爱。对，我知道一心可能你是有点难抉择。
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个本子我们可以拿回去是吧？私底下想一想，哦，再考虑考虑，好不好？啊，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谢我们，哎呦。OK， 好好的，谢谢高颜值爱自拍华为 Note 2对我们本次活动大力支持。那今天疫情呢也是回到我们这个家乡来了，想必有很多的话要给大家去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先进行签售和见面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结束之后，我们再坐下来慢慢的促膝长谈，好吧？好嘞，好的。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艺兴和我们每一位贝壳们，请工作人员上我们的签名台。我还有鸡头啊，在哪儿？哇，你们真是穿今天有点奇怪，就是没有太多人穿睡衣，对吧？都不穿睡衣的都是跟他一样喜欢裸睡的吗？对，你自己交流吧，我有点无法了，接下来程度有点限制级了。哦，张富，他说张富贵你好帅。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给自己取了个新的艺名，我叫李德才。妈妈很着急的，啊，富贵怎么好了，性格又好嘞，是不是？你是怎么想到给自己取张富贵这个名字的？没有，台本上这么写的。啊，真的？那你喜欢吗？我不大喜欢，这太俗。不是，就是太直勾勾的有寓意。对，就是希望富贵。吉祥，张家旭，怎么张？张家帅，张家帅。哎，你觉得张家帅这个名字怎么样？超赞的！哦，真的，哇塞！所以你这个名字是你自己给心里面取的吗？张家帅这个名字啊，还是给自己的儿子取？张家帅其实是我以前。就是我张叫改名叫张艺兴之前啊，本名啊，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呢？我觉得好酷哎，就是觉得可能太狂了吧。没有，你帅就帅就得了，你还要个家世。所以帅哈，还得搞一个。不过还是更喜欢张艺兴。嗯，对，我不管你就是给你叫什么，哪怕你叫富贵啊，我们依然爱你。对不对？就自从就叫上了张艺兴开始，就人生就发生了很多奇特的事情，就不可思议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这些奇特、这些不可思议事情将会更加的增量的加速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现更多的美好，好不好？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每一位三姑六婆推荐来的准儿媳妇，好，欢迎大家。啊。好，现在开始签售。来，我们老师可以放点背景音乐啊，谢谢老师。什么？是文字的内容。